我俩是第一个出场吗？第一个，二老先来。奥帆中心，那要跑两步吗？可以啊，走。这啥意思？是啊？三爷哥进来，解放！哎呀妈呀！三爷哥进来，解放！解放！哎呦我去！三爷哥进来，解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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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爷哥进来，这咋早上来了？早上来了就追啊！我以为是黑衣人，吓我一跳，你知道吗？没追上，我们是不是赢了？赢了。没赢，你们连接力棒都没拿上。哎呀，咋了？那不知道要拿那玩意儿。对呀，我们也不知道。刚才晨哥用时4:72，4:42，4:72。哦，吓我一跳！我这么近，我跑了4分多钟，我是 slow motion 是吗？沙溢哥用时4:87，恭喜两位。其实没认真跑，我认真了。你认真了？我快吐了。那边，右拐。来吧，我们。琳琳和 baby， 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了。我们要不要跑两步？好，跑呗，走。你看他俩咋跑？这什么意思？接棒！跑得挺快，跑挺快啊！啥意思呀？怎么回事啊？这真是得亏我跟我姐呀，换二一个很跑不过呀。他就看看你们跑得多快，最后一名扔在海里，玩的就这么大呢。嘿嘿嘿嘿，水手，新的一天，来，接力棒装起来，别让他们发现有异常。帆船，大海，好干净的感觉。干什么？接棒！我以为有陷阱呢，已经被坑怕了，我都不敢接。我连接力棒都没拿。你没拿？对。为什么？因为害怕，不知道后面人是谁。对吧？很奇怪啊、哦，突然间给你个东西，你也不知道是啥。我不知道追我们是什么目的。我们六位成员已经到齐了，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哇，海边。嘉宾是俩女孩，来了。什么？哥哥妈妈呀！什么？哎，接棒！哎，接棒！往那边跑！那接棒，往那边跑！好，什么？好！你干嘛呀？快点，快点！什么意思？娜娜，加油！哎。对，欢迎娜娜，欢迎轩怡，欢迎。我们刚刚以为要追我们，我们往那儿跑。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欢迎两位。欢迎。所以刚刚那个成绩一定意味着什么，是吧？其实这个时间并没有什么意义，纯粹就是让大家跑一下。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今天是我们奔跑吧的第101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们今天
都是帅气靓丽的水手。今天都是水手套装，我是大力水手。我是大力水手的媳妇儿，奥利弗。你看这玩意儿给我整的小蝴蝶结，小花的。你像不骆驼，我不骆驼，是吗？不是，那我只能当菠菜了，也没什么了，我也。大家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青岛奥帆中心的情人坝，你们看到的这片海就是美丽的黄海，漂亮啊！青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重要港口，百年前青岛曾有6位水手组成了顶级的航海团队，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一起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过后来有2位海盗混入了他们的团队。海盗！因为有2位海盗的混入，制造了很多猜忌，让团队分崩离析，而你们8位就是他们的后辈。哦，我啥跟你知道似的？是谁呀？哼，反正肯定有。传闻6位水手把创立伟大事业的秘密留在了6把椅子上。今天只要正直的水手全部坐上这6把椅子，就能知道前辈们创业成功的秘密。哇哦！海盗呢？海盗完扔海里。今天海盗的目标就是混入水手之中，最后坐在椅子上，海盗就获胜了。海盗的后辈只能是海盗吗？是是是啊。今天大家只有找到秘密，登船出海，才能取得成功。那海盗现在知道自己是海盗了没？不知道，还不知道。对，好可怕！我也不想当海盗。现在，请大家进入电话亭，确认自己的身份。通过手机来扫描我们全新的安慕希高端凝酪少吃酸奶蓝胖子身上的太阳码，就能知道自己的身份。蓝胖子安慕希美食学院。你看海盗专业户，一看就是。扫好没有啊？快点。好。下一位，扫一扫我的蓝胖胖。海盗是不是？真没劲，这身份。哎呦，你就演啊！太无聊了，真的。哎，怎么当海盗都无聊了，哥？你得多坏呀、啊！对呀、啊。OK OK， 轩逸笑得这么开心。对啊，完了，我感觉他有点海盗的意思，他有点海盗的意思啊。啊，乐了乐了乐了，已经不自然了。麒麟有点卦象，刚才超卦象，但是轩逸其实一直在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开心啊。大家现在都已经确认好自己的身份了，今天我们会接受一系列的挑战，每一项挑战的获胜者可以进入电话亭查看一名成员的身份。好，可以验人。哇，预言家。胜利越多就能获得越多的线索。欢迎大家来到第二海水浴场，浴场历史悠久，和著名景点八大关相依，是青岛最受欢迎的沙滩之一。Let's go！ 哇，这小兔，这小兔可以啊！这边，这边，啊，那边。哇！轩逸跟娜娜，我希望你们俩站中间，来来来。海盗站中间啊！做海盗之前，二位还是做歌手的是吧？我们是水手。我们等一会儿会把大家分成两队，这看衣服已经看出来了，不是按衣服，不按衣服分，你就把海盗分一组，然后水手分一组。你觉得我们导演组是怎么的呢？
你要先通过一个小的任务来决定这个分组。大家依次躺下，在额头上顶一杯水，不借助任何力量站起来。啊？成绩最好的前两名可以来依次挑选你的队员。啊，明白了。来，我们一汽子弟先试一试。来，一汽子弟，快快快！一汽子弟，想看你打个样。我打啥呀？我跟你讲，一汽子弟一定要首当其冲。我为了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快！准备好了吗？你给老沙多加点水，水少了。别多加点水。你先，我试一下，我先试一下，先试。你得是两杯的量，好吧？这得倒满，两杯的量。你要证明自己是水手，就不能怕水。对，加油啊！证明自己，沙子君。太多了，哭了，沙子君怎么哭了？沙子太多了，哎呀，太心酸了，哎呀，加油啊！三二一，走。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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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子君别走，可以了可以了，别走别走，可以可以，有希望。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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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一哥站起来。抓起来能摸着。哎，小心小心小心。哦哦，小心小心小心。哦，哎，可以。沙哥可以，沙哥可以。哦，哎哎，小心小心小心。别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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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哎，可以，可以，可以，成功了！沙哥用时38秒。啦啦啦啦啦！沙哥都可以成功，我觉得应该大家都可以成功吧。他们太坏了，我成功了都有底了，你知道吗？谁来？谁来？哎，我来吧，我来，我来吧，我来，我来。嘿，哎，自告奋勇啊！自告奋勇的啊！给轩逸满上，来满上，满上满上，满饮此杯。我是嘉宾啊，你们怎么能这样？你是嘉宾，可你是海盗啊！我不是。海盗就比较表现的比较积极。对，这确实是两杯的量啊。没有，不多，这也就二两，这就二两。躺下吧，准备上头了，准备上头了，满饮此杯，上头了，上头上头了啊，上头了啊。哎呦我的妈呀！你看人家还是很美观的。哇，好快呀！又稳又快，又稳又快。哦，你看，哎呀，你看看人家这姿势。天宇用时12秒。不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成功。满饮此杯。好了啊，开始。哎呀，也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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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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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要完要完要。哎呀，也抖也抖。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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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要完要。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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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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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不行，失败了。海哥还是一如既往的快，跑男最快的男人，要死也死快点。快！啊！哎呀，太难了。我来吧。别抖啊，你得像这个 OPPO Reno 4一样防抖的啊。开始。有有有！哇，你可以！有有有！有有有 ！Baby 刚刚用16秒。以为你是个青铜，结果你是个王者。
你这也太快了。我其实不想赢，这实力不允许啊。哎呀，来，谁？下一个。娜娜，过来。我不太敢。我仰卧起坐一个做不起来。这不用仰卧起坐，这水洒了就行了。洒了。嗯？卡住了吗？你在这儿？不要起腿，起头。对，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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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动不能，你不行。没事，起，哎，这样也可以。头，别小心，别低头，小心低头，这样也可以。抬头，稳住，差一点，可以，算成功。好，刚刚娜娜用10:18。大林子，到你了。怎么又在抖？哎，你这抖，别抖啊！你的头皮为什么抖得那么厉害？起来了吗？起来了。那我起不来啊，我只能这样啊。好，这样我拿腿这样跪着你的脚来，1、2、3，走。起。1、2、3。我说了多少1、2、3？我恨你们！现在谁没有成功啊？你跟麒麟，还有凯哥，还有晨哥，四位没成功。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块，我要再试一次。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水平的，一定不是的。我等会儿，我才有可能再添点。不希望你离开我们。好，准备好。好，加油啊！3、2、1，开始。好，准备好。好，加油啊！3、2、1，开始。慢一点，慢一点，稳就行。10:18，还是有成绩的。任务挑战当中是 Baby 和轩怡是前两名，每个人挑3名成员加入自己的队伍。Baby 用时最短 ，Baby 先来挑。啊，那我挑谁呢？你想赢？对，我想赢，我想去查人家。对，你肯定挑。那挑你啊？对呀。那我挑凯哥好了。我挑坤。好选择，下一个。不是现在都谁被跳走了？就剩你和娜娜了。那我挑娜娜。哎呀什么呢？哎呀什么呢？你也觉得哎选好了？在接下来挑战中获胜的那4个人都可以依次去查验你想查验的人的身份。成员们通过推动拳头打击对面的成员，失去平衡跌落横杆的成员淘汰，最后留在横杆上人数更多的一队获胜。3局2胜，走吧。好，你跟晨哥配合一下。可以啊。我们俩女孩站旁边，
你去对你晨哥去。啊？对你晨哥。你确定吗？我要对晨哥。没问题。晨哥。我对女孩，我对 baby， 我对娜娜。你挑 wrong 的，沙一哥。非得打下来一个不可。第一轮，你准备。哇，郭麒麟！啊！哎！你别给我腿下去，我跟你说。猛的一下来，一二三，走走，走不动了，整个走。哎呀，我要掉了！我去！我的天！啊，妈妈呀！我对娜娜非得打下来一个不可，娜娜太会玩了，我过不去了，已经全吐出来了，这力气太大，怎么了，人呢？哎，崔凯哥他要掉了，好，我来，哎，回去，回去，回去，哎。走，走！什么？什么？啊？什么？我认识蔡徐坤不是这样的。最后五秒，五、四、三、二，给我回去！一，第一轮是 baby 剧组获胜。他这就一寸劲儿。对，我正把着那俩呢，娜娜那突然间过来，帮着我。我现在发现凯哥是挺强的，强，有凯哥我啥也不怕。你就对着李晨就行了啊。那我们俩站中间，我们俩男孩用点劲儿在旁边，加油，加油啊！加油，加油！你不能下去啊，不能下去啊！坤坤，小玲玲，第二轮你准备。呀呀呀！哎呦，这谁呀？这全来了！啊！我的天！你很凶吗？对，再见郭麒麟。哎，什么？哎哎什么？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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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哎呀！救命啊！下一个下门去！救命啊！推他们，快！啊！啊！啊！我被挤在中间了。啊！轻点，老李头，轻点。啊！太有劲了。最后五秒。啊！全压。五。啊！四。然后把这个拉出来，拉出来。三。五。二。五。一。一。凯哥掉落，第二轮还是baby 这一组获胜，重视，不行，这个太难了，这是挺累的啊，体重对位不是一个好办法。哎妈呀，你们不知道刚才我这发生了什么？刚才不是我们赢吗？你掉下来了。第一轮呢？我掉下来了，啊，自己掉下来的事儿都忘了。请 baby 这一组你们四位进入电话亭。选取你们想验证身份的成员。哎呀，蓝胖子，我来了。我觉得轩怡有点奇怪。轩怡其实一直在笑，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哦，不不不，我真的是水手。带身份来的？不得吗，嘉宾？
明白了，最放心的身份。熬夜的人非常明确，我一早就怀疑麒麟。麒麟有点卦象，刚才他超卦象，你看，真的海盗开始踩我。安慕希蓝胖子，告诉我你的秘密吧。啊！居然是这样。嗯，那至少有一个可信的人。哎呀，我该测谁呢？蓝胖子，这沙子爹还测陈哥呢。所以把陈哥吧。真没劲，这身份。哎呦，你就演。这身份太无聊了，真的。谁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啊！测谁呢？我测凯哥吧，我觉得没什么人讨论他。测好测坏一样，都能排除一个。其实测到水手，测到海盗都是好的，因为就能排除一个。对啊，你测出谁了？你测了谁？我测的凯哥。是啥？凯哥是好的。我测的麒麟，麒麟是水手。我测了轩怡，轩怡水手。关键的，你测了谁？我测的陈哥。我是什么？水手。啊，我觉得有点问题了。不可能有那么多水手。测出是水手的先站在这儿来，我测出你没测，你没人测你，你现在是未知，你先站那边，你先等会儿，我们四个。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有海盗测出海盗的话，他也可以说是水手。我觉得他们四个是假的可能性小，然后我们俩是海盗的可能性也小，所以其实已经明了。这是娜娜和沙哥，汗都下来了。汗都下来了。不管怎么样，你可能是明的了。苍天呀，这一季这黑锅背的呀，我们都不用验你了。苍天呀，那我们马上要前往今天的第二个场地水兵俱乐部。咱俩坐一场。嗯，怎么了？是不是漏了？我漏啥了？嗯，漏馅儿啊。我没有身份。你没有身份吗？我没有身份。你是海盗吧？上海就这么直接吗？让我再玩一会儿吧。剧场，欢迎大家来到水兵俱乐部，这里曾是水兵休闲放松的场所，也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电影院。最早的电影院？妈呀，指压板。No！ 对不起各位大导演，如果打扰了啊，我知道走错了。看见没，毛都立起来了。这一季的最后一期了，还要上这种招吗？喂，那下一个通告是吧？好嘞，好嘞。指压板上还有个小龙虾，等一下大家就是用脚来踩这个指压板上的龙虾，踩到获得答题权。这可是要劈叉呀！这个环节我们要进行的是电影问答测试。电影问答有难度了啊！每道电影题面是有一个电影名字和这个电影的关键词，我们会分别亮一个字。唐人街探案，唐人街探案二，还要猜出下面的关键词。宝强，宝强，大哥，唐伯虎点秋香，点秋香，小强，小强。哦，这个环节当中答题得分最高的成员获胜，可以去查验。只有一个人可以验。哦，明白，是。来吧，因为我们今天是第101期，所以。给大家稍微有点福利，在指压板上可以不用光脚，大家可以穿着袜子来踩，会稍微好一点。启航的第101期对我们这么好吗？
哎，但我真的不痛啊，这个。你真的不痛？真的不痛。你试试小猪嘴。啊！妈呀，孩子，孩子，你平时一天做几次足疗啊？啊，娜娜是这个指压板上的王者。我从来没上去过，我这。你居然没感觉吗？不是，它不是疼，就可能有点酸。不是，如果你真的不疼的话，你也假装疼，要不然显得我们很弱。好了，电影时光猜题，请看第一题。功夫。在关键字上，关键词。功夫。然后下面是周星驰。回答错误，继续。啊、是暴族婆吗？我的脚都愣了，我的。请看题。魔，这是多少个字啊？西游降魔。西游降魔之。巴啦啦，小魔仙。我。那个很火的那个动漫，那个哪吒的那个是吗？哪吒之魔神，魔神现世，魔童什么什么什么。我那看是，对。然后我命由我不由天。哪吒之魔童现世，我命由我不由天。回答错误，继续。哪吒之。就是这个，我记不起来了。魔神，哪吒之魔童出世，我命由我不由天。你才出世了。哪吒之魔童下世。行，下世了。哪吒之魔童上世。这啥事啊？由我不由天。那最后一个。哪吒之魔童现世，说过了。哪吒之魔童转世，回世，流世，出世，下世。哪吒之魔童降世，回答正确。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我回去讲是。哎呦我妈呀！好，恭喜这一题沙哥回答正确。哎呦我去！请看下一题。啊？我。这咋猜呀？这啥你都能知道？你讲是真没？你是咋？你是不是透底？手，等一下，手。西红柿首富。哦，关键词啥？下一句。你过来，我。你过来，那不是那个。那不是一个电影。不是一个片儿。西红柿首富。我的。拜拜，我的。西红柿首富，拜拜，我的卡路里。回答错误。燃烧我的卡路里。你心里龙虾叫的声音来了，就是守护燃烧我的卡路里。轩逸，你自己的歌你都猜错了。你刚刚说的什么呢？拜拜我的卡路里。哎，你过来呀、啊，你那个羞羞的铁拳。你过来呀、啊。哎，龙虾死了！龙虾死了！龙虾死了！
龙虾已经阵亡了，龙虾阵亡了，我们换一只螃蟹，换个螃蟹好了。这更小了，这怎么变得更小了呢？哇、哦！好、哦。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就怕多了想，关键词，摄魂怪。这要是中了就厉害了。我。没有人站起来。不是，他给这么多字儿，一个我上哪儿猜去？门。是我们中央社区的青春。不对，我们在第四个字儿啊。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哦。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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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抬起来！爹才能走啊！那你先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回去。我不知道关键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沈佳宜。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陈妍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圆珠笔。不是，他一直扎他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女孩真好看。真好看。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绑马尾。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放天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孔明灯。啊凯哥又抛砖引玉了，请看下一题。什么《西游记》？笔记？海上牧云。什么游记？西游记？不能西游记啊！游格列佛游西游记，环游。飞屋环飞环球，飞屋环游记。你给我扯几个气球？不对。啊！什么什么什么？回来回来！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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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老人错误。对啊对啊对啊！你说飞屋环游记房子。你再一出去我求求你们了。寻梦环游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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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女子是。我知道了。寻梦环游记。你说寻梦环游记 Coco。奶奶！Hola, mamá Coco. How are you? 奶奶太难想了，太难了。知识盲区。龙，寻龙诀，寻龙诀。哎，你那角色叫什么呀？你那角色呀？寻龙诀第四天。什么玩意儿？第四天。第四天。我。花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那个花彼岸花啊，寻龙诀彼岸花。还有什么龙？是寻龙诀。他就是你猜出啥来给你啥。寻龙诀王胖子。寻龙诀胡八一是有这个。贼沉，我跟你讲，贝贝大姐，你还说了说话吗？你还说了说话吗？徐老爷，鬼吹的。
下一题。啊？知，知识波波球。什么知什么？我。你好，知华。不对啊。喜剧之王。他贼沉，我跟你讲，我走。喜剧之王，我养你啊！哎，不是，喜剧啊！喜剧啊！喜剧之王，演员的自我修养，我操！啊！这么长，九个字儿。啊，游，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唯恐迟迟归。爱丽丝梦游仙境。胜游。嗯，爱丽丝，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对。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紫霞仙子。回答正确。这样都行啊！我和我的祖国，哎呦，我和我的祖国七十周年呀！这是他这七十周年呀！红高粱妹妹，你大胆的向前走！哎呀，流浪地球，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青蛇法海，哇，哎呦！赵文卓嘛，你这也太厉害！床前是麒麟，遥遥领先。上！接下来我们是音乐题，有的是电影的一些主题曲，有些是一些普通的音乐。好，可以，挑战一下。那我完了，就直接在这休息了啊！请看题，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凉凉，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你提醒他干啥？他也不知道歌名，关键是你不知道啊。我凉凉了。请看下一题。九妹。雪娜。来吧，相约酒吧。不是一个酒。分酒。分酒少，还差还怕酒少吗？我们这么重啊，踩的百分之九少年，但是这个歌名，你说呢？哪一首歌？四个字。这个歌名是四个字的吗？什么？Pick me 吗？他们不是，等中文没有吗？哎，回来吧。你们有什么歌是四个字的？那是有可能出现英文字母吧？有英文吗？那就是那个呀 ，AA 吧 ，AA 吧。有英文吗？叫 EIEI。你怎么比我先答对？不行，重新录一遍。啊！哎呀，这你都知道啊！打扰了。哎呀，打扰了。我感觉会有我们的歌。刚才已经说燃烧卡路里了，还没有。你们两个真的卡路里猜不出来，是 AA 猜不出来，你俩怎么回事？请看题。又。人。啊？准备好啊。哎。人。你的歌呀。情人。
情人危险又迷人，情人危险又迷人，危险又迷人。我连自己的歌都没有答对，我回家了。你为什么要跨界了？你现在？不，我能理解，真的，关键时刻就会脑子会一片空白。我们理解不了。他没往自己那歌上想。对，真没有那么想。好了啊，我们很快题就没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了啊。来，请看下一题。圆。圈圈圈。圈。江南圈圈圈圈圈。回答正确。哇。这出一个字儿就中。要。明天我要嫁给你吗？不对。是好像是。是。就是。明天我要嫁给你。对，是明天我要嫁给你。三二一，戒指。今天我要嫁给你，春暖的花开。错误。春暖的花开带走。明天我要嫁给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拉拉拉你吗？拉拉你吗？拉。明天我要嫁给你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回答错误。今天肯定有拉有拉，肯定有拉。明天我要嫁给你。啊，三二秋天的落叶。一，回答错误。今天你要嫁给我，春天的花开。回答错误。快回去。不对。明天你要嫁给我，一个差一个字。D T in the house， 就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蔡依林。蔡依林、陶喆，到底什么？蔡依林，回答正确。我都 DT in the house 了还不行？下一题，爱。死了都要爱，不是爱情，这该死的爱情，对，这都什么活？什么是爱情？原来这就是爱情，原来不对，原来这就是爱情，张靓颖，回答错误，不是，不对吗？继续啊。肯定是关键词错了。蒙一下吧。原来这就是爱情，范晓萱。这个范晓萱应该区别挺大的。失去理智了已经。原来这就是爱情，范玮琪。错误。张韶涵。错误。张惠妹。错误。蔡徐坤。错误。走开。不，就张靓颖的歌。原来这就是爱情，你爱我。错误。也许这就是爱情，张靓颖。因为这就是爱情，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正确。耶！蒙来一个。怎么把这个字记错了？我的天哪！原来说了半天，原来啊！哎呀，啊，那你知道头两个字是不对了？没有，我不确定第一个字和第二个字是什么。哎呀，太遗憾了，好多人都接近了啊！哎，太可惜了。接下来是最后一题了。我不管怎么着，我要先抢着再说。请出题。后边是啥呀？不会。王菲陈奕迅的歌。王菲陈奕迅的歌。的歌，太过分了。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字。因为爱情。因为爱情，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错误。因为爱情。有可能不是因为爱情，你得想这个问题。爱情。
什么？两个爱情。啊，脑仁疼，我放弃了。很简单，其实。因为爱情，因为爱情在某个人身上，所以我全都是年轻的模样。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恭喜麒麟这一道题回答正确。你早就该恭喜，遥遥领先。所以这个环节恭喜麒麟获胜。哇，太狠了，真是个小天才。承让承让，就是比你们聪明一点点罢了。你可以到电话亭当中来查验任何一位成员的身份。那我去查咯。用 OPPO Reno 4手机来扫描 MC 的新品高端凝酪少吃酸奶蓝胖子身上的太阳码。扫了吗？扫了。验的人，因为我是好身份，但是呢我比较怀疑刚才查验我的人。你查我干啥呀？浪费机会。我总害怕你有身份，但事实可以证明我和 baby 姐可以互相证明都是好人。他是水手。对啊，我肯定是水手啊。那就是五个好人。现在那所以现在被测验的就是我也被测了哥，然后轩怡 baby 哥baby 姐 baby 哥和李晨姐。李晨姐在这里哦。李晨姐，我在。我本来想要同等一下，没想到现在只有你们三个人是没有被验过身份的。对，到底是一对父子海盗呢，还是一对父女海盗呢？据我的分析，那应该问题就出现在这对父子身上。反正老得有你，咋能有我呢？从今天开始，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咋能有我呢？没有我的事情，真的没有我，就是大哥已经百分百了，已经是我都百分百了。啊，我这就百分百了。我们都不想验你，说实话，藏不住，真藏不住了。跑两步，跑进去了。这么多人，蓝胖子。这么大场面吗？我们回到了 MC 总部吗？欢迎大家来到青岛大学体育馆。水手在每次靠岸时都会补充下次航行的物资，而 MC 一直是大家喜欢的国民酸奶，每次推出新口味都会在商超引发抢购热潮。今天在这一项任务当中，大家需要进行一次抢购，而抢购的商品就是我们 MC 推出的全新产品高端凝酪勺吃酸奶蓝胖子，请来领取任务卡。假动作可还行。兄弟们又来了，死下吧。躲避挥动的大球。我看到挥动的大球我就有点心理阴影了，你知道吗？又是大球，躲避挥动的大球。拿到圆台下的安慕希酸奶，放到自己的桌子上，即为得分。过程中，如果被大球击中，本轮出局。我把鞋打掉了。每个来回，成员只能拿一瓶安慕希，
累计拿到安慕希更多的成员获胜。先来认识一下挑战当中为大家挥球的两位朋友。我们女生叫张文静，曾获得过全国少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第一名。那位男生应该是铅球吧？男生是我们节目组的道具师，外号五十七，因为他在家族中排行五十七，大家平时叫他七哥。七哥。对，希望大家能躲避七哥的球。大家就位，勇夺安慕希第一轮，请准备。好靠啊！味儿大啊！三、二、一！哇，好快啊！过不去啊，这过不去啊，这过不去啊，这过不去啊，就这个人袜都脱了，一个也没拿着。没有，我刚才他放了一下绳子，我算好的距离到我这儿，他又松了一下手，他又这样了一下，崩靠碰上我。我是拿碗往回干了脸上了。目前第一轮暂时领先的是蔡徐坤，有九瓶 MC。我知道了，这拿碗啊得看一眼。哎，我是拿完就站起来了，正好来了。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七哥的风格是怎样的啊？来，七哥，来吧，展示，展示。七哥展示一下。展示。哎呦我去！哎呀！超级无敌大摆锤啊，这是！哎呦我去！我的天哪！哇，这个很可怕，他有点视觉上的恐惧。不是，那后边的就随便拿呗。哦，青哥，你就按着这高度甩啊，我就直接就过来了。勇夺 MC 第二轮，请大家准备，三、二、一。我去。老看我们这边干啥？你撞过去啊！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翠花，七哥，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嘀嘟吧嗒咪隆咪啦哒呀，嘀嘟嘟嘞嘀哒嘀哒嘀哒嘀嘟哒啦，拿我来拉卡来抓宝，嘀嘟吧嘟吧嘀咪嘞嘀吧嘛呀，你干嘛你嘞嘟嘞来你干嘛你干嘛抓？他太强了，他会伸缩。七哥晒是一个流星锤，把名牌给我拿过来。撕名牌吧，七哥。目前领先的是蔡徐坤，我一个都没有。沙溢和娜娜加油了，就别公布了，太惨了。勇夺安慕希第三轮，请大家准备，三。二，七哥，你老看我们这边干啥呀？七哥，捡吗？捡吗？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郭麒麟、吴宣仪，恭喜这两位成员，你们可以来挑选你要验证身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也依然在我们安慕希蓝胖子身上。用手机扫描太阳马，震惊，如果他们俩测出来是水手，就我就疯了，我也就疯了，就全部都得重理了。你查的谁？沙溢哥。你不是，我不说一七，哎，你们谁信啊？快来给我发金水。蔡徐坤是好人。那我们知道了，那全都是好人，全都是好人。不不不，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娜娜是海盗，然后她搜到凯哥，发现凯哥也是海盗，所以刻意给自己的同伙一个水手，也有这种可能性啊。没有人测我呀？是没有人测你啊？现在只剩你俩。对，他测了他是水手，但是确实我是水手。
那全员水手。我们是要非常信任对方才行。错怪你了，错怪错怪，没关系，错怪你了，没关系，没关系。啊，你们都给他道歉，我都怀疑我是海盗了，谁管我了？应该是。你们很失望，我不是海盗。你是一个叫海盗的水手。叫海盗。全员水手啊，那现在是。不可能都是水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奥帆中心火炬大道。哇，好舒服啊。这什么炸弹啊，这是。现在到了今天最关键的时刻，大家看到了左手边有我们要起航的蓝海珍珠号。距离开船时间只剩下最后的30分钟，你们需要找到前辈水手留下的6把椅子，把它带回到这里。30分钟时间截止之前，如果有水手没坐上椅子而被海盗抢占了椅子的话，这个船不会鸣笛，你们无法登船，也无法获得前辈留下的秘密。现在就是海盗只要你坐上椅子了，咱就完了。没错。我们先商量一下，是不是唯一能够确认的6个人是除了娜娜和凯哥的六个人。现在是一个循环，就是 baby 验我是好人，然后我验坤是好人，然后验我是好人，是好人，我验轩怡是好人，轩怡验沙是好人，所以这是一个循环，我们能彼此确认。只有你们俩在另一个闭环上，对，你们俩在另外一边，跟我们不是一回事。你验过？我只验过凯哥，但是没有人验我。对对。那我也没法给自己解释，没人验我呀。但你的证词不认，不能被采纳。死局，开始吧，没有死局，你的都摘出来，什么死局？摘出来你就输了，我俩你不让我俩做就输了。对啊，我也不做就肯定输了呀。那如果我们多找到2把椅子呢？就是超过找8把椅子。对啊，这有可能全都是水手呀，对吧？那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是水手呢？没有，只有六把。那我们现在只能按照这个逻辑走了。对啊，先找椅子吧，先找椅子。来吧，先找吧。来吧，我们准备出发，3、2、1，请出发。上这边。我验了你，你是水手呀？我当然是了，我自己能不知道我自己是水手吗？这么多椅子，这都得掀开看。对，那个是吗？是。哎，哦，没有，热娃。哎，那边还有一个，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吧？好，这个不是。哎，这里边也有，哇，里边好多凳子。你没有，你放什么 GoPro？啊，你都不是。在哪儿啊？就这儿的。哦，有人找到了。找着了，找着了，在这儿呢。哎，这儿有。这儿有。哇，那个有阿彪。哎，哎呀，这夜色太美了，我用我这个具有65瓦超级闪充功能的 OPPO Reno 4把它这个美景记录下来。哼，哎呀，走，我刚才远远的我就看见这边有几个铺着桌布的东西。主要是四零钱你都行。怎么说哥呢？这么快，在这站着哥就看见那边有东西了。我也太快了吧！
我这样子是不是有点过于的快？这儿有哎，哇，这个椅子好大呀！哎呀，他们都找到了。现在，除非是水手诚心验证海盗，他不说，否则只能是凯哥和娜娜，没有别的了，或者没有。哎呀，行哈，咱叔侄俩可以啊。累了，找东西啥的行。可以可以，没问题。行了，不动了。哎呀妈呀，这凯哥帮我找的。凯哥帮我找的。他为啥不走啊？不知道，把他给我了。这像啊，走你，是不是？嘿嘿，找到了。你先拿着，我再找去。啊？拿着吧，拿去吧，我再找一个去。所以，哎，哎，哎，那我。现在咱们没问题，咱们几个没问题，又来一把 ，baby。我找到了，娜娜，娜娜找到了，就是最后只有一个逻辑，就是现在就是娜娜和凯。但他们真的怀疑我，我拿了这把椅子也没用。因为他们不会让我坐上去的，但真的不是我。还有几把呀？一二三四，还有一把。凯哥直接把他的给我了呀，我是他找到的。那他是不是海盗啊？他要那凳子也没用。他不是海盗。他真不是、啊。真的不是，我看着他，我猜凯哥吧。我能相信你？你能相信我？找到几把了呀？想挺多了，没有吗？没有。那我非去找一个，再找一个，还差一个是吗？不是，轩，别找，凯哥来了，几把了？凯哥真的是好，他不做我们就输了呀。这啥意思？每个颜色比例还不一样呢。一个白的多，一个蓝的多，这啥意思呢？不知道呢。哎，等会儿，好大呀！这有，这有。这么快吗？哎，这明显是个双人椅啊！哎，这贴俩 R 的，是不是能坐俩人啊？就是为了好看。那颜色不一样啊。那咱这椅子是能拼一块的，我感觉。我觉得没有坏处，是吧？拼上是不是咱八个人就都能坐了？咱拼一下，我特别想把它拼一下。有可能，我对吧？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肯定有。你们说没有？对，就这样吧。我觉得这样你不看，你看这就大了吗？这白的不就是吧？对，然后这边放这边，这个白的放这边，对，这个放这边。还差一把，这一个凳子肯定能坐两个人。放那吧，你看一下这个椅子的摆放，你看一下这个椅子摆放，有什么蹊跷吗？哦，拼起来的，能拼起来的。几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刚刚好。好。那真的不是我。注意表情管理、啊。对的，贼手已经不自然了。你说乐了啊？说乐了啊？乐了，乐了，乐了。
你看这椅子，一看就给俩人坐的，全部肯定都是水手。那你们想坑我，对不对？我也在想，会不会大家都是水手？我觉得没有会。其实今天早上姚 PD 在念那个词儿的时候，就有一点察觉到，他说六个人曾经非常的信任对方。因为有两位海盗的混入，制造了很多猜忌，让团队分崩离析，而你们今天八位就是他们的后辈。其实就是让我们八个人扬帆起航。我们之间的情感和默契和信任怎么会被节目组玩弄呢？哼，幼稚幼稚。那我们落座吧。 OK， 一共只有七个位置，凯哥。啊，我们先坐了啊。对不住了，凯哥，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凯哥。八个。哎，我会数数，会数数。你不要急，我们这明明显是八个。去，这俩人。耶耶，确认吗？确认。所以你们现在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八个都是好人，所有都是水手。所以今天是没有海盗吗？对，我觉得海盗可能是上一辈子的，但是到我们这一辈呢，大家都已经是水手了，都学好了。对，什么冲凉的？因为大家的信任，所以大家都把那个海盗给同化了，变成了真正的水手。那我们来检测一下啊，来五秒验证时间，准备，五。如果被海盗抢占了椅子的话，这个船不会鸣笛。本节目由安慕希独家冠名，安慕希少吃五克酸奶 C 位出道。夜拍光线不太够 ，OPPO Reno 来拯救。本节目由全新 OPPO Reno 4系列互动支持。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联合独播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观看。来，五秒验证时间，准备，五。如果被海盗抢占了椅子的话，这个船不会鸣笛。没有，我就觉得没有。恭喜大家，你们发现了椅子的秘密，完成了前辈水手们设置的考验。经过一季的时间，你们这一次的默契和猜测全是正确的。耶！快说说椅子是谁想不进一块儿？快说！闭嘴！谁呀？恭喜大家获得了本期的胜利，现在请领取大家的奖品以及前辈留给你们的秘密。哇，一个纯金的毛！这个是 MC 为大家提供的一个纯金的毛，还有一个卷轴。水手们，一个团队强大的秘诀在于团结一心，彼此信任，每一位成员都不可或缺。加油！祝你们携手开创伟大事业，奔跑吧，水手！时间过得好快啊。对，今天是杀青嘛，本季的最后一集。收官了哈，收官，最后一站了。最后一集了，这一集。哇，这天好美，风景挺好的，也挺凉快的。太幼稚了，你让我不是，这一季了我都没撕过谁，你还没撕过，偷袭我多少回了？两回吧，也就。那不能二对一，你俩那么年轻，不能二对一，不公平！我这都咋死的呀？我这都是。第一期还立了很多 flag。对呀、啊，刚刚也有聊到啊，海哥是没完成，我也没完成，你的也没完成。我那应该不是我能完成的吧？给李晨写一首歌，我替 baby 写的。这一季口红不粘牙，减肥20斤变回第一季的样。20斤太多了。你说了10斤。对，我口红不粘牙，第二期就粘了。哦，晚上是不是跟这吃啊？
哎，不错啊，跟这儿吃可不错。啊、哦，走吧，砂锅菜，走，扬帆远航。往下吗？哇哦！哎，他们人呢？接下来我们就将进行起航仪式。首先，先请晨哥、baby 和凯哥出发。嗯，还有设置？还有环节？还有环节？就说今天不能这么简单的就结束。你要拆散我们吗？哈，整了个小包房啊。哎，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啊？还没有玩完啊！小黄金都拿了，还没有结束。什么意思？嗯，是后台啊？啥任务？我要杀十个人。陈哥来拿你的任务。还有任务？妈呀！我一猜就是，起航仪式邀请。接到电话的人可以参加起航仪式的特邀嘉宾。这不又玩回第一集的游戏了吗？跟第一期一样，打电话邀请你想要带的人。为了庆祝新一季节目正式开录，特意为大家准备了欢迎晚餐。今天只有接到同伴邀请电话的成员，还可搭乘专车前往用餐地。在所有接到电话的成员当中，只要有人再次接到电话，那么这个邀请就是成未接到电话的成员只能旁观。辛辛苦苦一整季已经临近尾声了，又来这么一下，搞得这么重要的一期不参加，只能看着，岂不是白录了这一整季吗？再万一又崩盘了，可不是太糗了。那次是到坤坤那里断了，当时是我跟凯哥没有接到电话。哎呀，凯哥，咱俩吗？啊，不能再是我和麒麟了吧？难道最后又没人请我？那没人请我，下季不来了。你们两位将作为电话集结的邀请人，从六人当中选择一个人进行邀请。如果大家要有默契的话，前面还是按第一期的顺序，就李晨打我，我打 baby 打蔡徐坤，蔡徐坤打郭麒麟，郭麒麟打郑恺。让轩怡和娜娜来选第一个人的话，但他们肯定是打给陈哥，可能性最高。李晨应该是第一个拿到，他会打给沙溢。我相信应该有人会第一个把电话打给我，我觉得。开始了是吧？号角吹响了，已经开始了。已经开了，已经开始打电话了。我手机没响。哦，陌生号码。喂 ，baby 姐。哎，娜娜。对，是我们要打电话给你，这是我们的任务。然后你还要再去邀请别人，另外一个人，只能指定一个人。所以你是第一棒，我们就要把这一棒交给你。哦。好的，这是考验可能成员默契的时候到了。对，因为不能打给重复的人。对，明白、嗯、加油哦。好的好的，拜拜。完了，到我这儿了。哇，这有点难，突然打给我第一个。打到第几个了？你别告诉我结束了。第一期的时候我接到俩电话，到最后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来了 ,baby 给我来了。baby。Hello。我猜啊，我先不说啊，我觉得你
我觉得大家应该想到一起，是不是？对。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我知道，但是你一说我又有点含糊。就是你想的那样，别怕，就打给你觉得想打的人就好。好，好，好，那我知道了啊，一会儿见。拜拜。加油啊，兄弟们，信任有了，默契也要有啊。因为第一期的时候是我打给了 baby， 所以我原本是想接到了李晨的电话之后还打给 baby，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我也想打给他，因为在这一季里啊，我看到了 baby 那个，就是每一个游戏的认真、付出和那个努力。你再往前一点，你再往前一点点。哎，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因为本身呢，她是个女孩子，很多游戏呢其实是运动强度还是蛮大的。我爬不动了。但是你看啊，他永远都是那个特别有热情，特别的那个有朝气的在完成。冬青高一点，我卖这60分钟的步伐就歪了。baby 姐好强啊。baby， 你不仅是最美的、最漂亮的，你也是最敬业的、最棒的，加油。可是现在，刚才我收到了他的电话，收到了电话的，那就意味着是反过来了，没有人给李晨打。我觉得这个电话拿在我手，是沙溢电话来了吗？喂，晨儿，哎，我想说，你在这一季里对我这个老哥们儿非常照顾。哎呀哎呀，老哥们儿太够意思了，是不是啊？谢谢你，我的老兄弟老伙计。毕医生，等你咋的？这是我来帮帮你。没事，其实我也想对你说这样的话，我也这一季非常感谢你，因为我知道整个我们这个节目录制下来，整个体能方面各方面还有录制时长方面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太累了。啊！哇，太疼了，太疼了！这要不是团队作战，我就放弃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在你的监督和指导下，把体能再提高提高，后边会更好。谢谢我的老哥们。欧了，跑两步吗？可以啊，走。那我继续把电话打下去了啊！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慎重一下，遵从一下那个规律啊！我是遵从了规律，你有点难。来，明白了，明白了，拜拜。哎呀，我终于没掉链子呀，没掉链子。我觉得我应该还是打给郭麒麟，因为郭麒麟跟郑恺上一次没有上车。所以我先打郭麒麟，我真累了。妈，喂，哎妈，你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一个电话，对吧？我刚才导演问我，我就猜肯定是你给我打的。我知道你最疼我，晨妈肯定给我打，晨妈特别疼我。我知道你肯定照顾我，我跟凯哥放一块，你肯定先照顾我。我还真是在郑恺和你之间选了，我不能说对吧？然后呢，我就是觉得这个节目，希望你能够喜欢他、爱上他，把他当成家，然后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你能够越来越好，让所有的来的嘉宾不敢再拿你当成他们的第一个小目标。好，见见。啊。那既然晨哥都这么说了，他说在我和凯哥之间犹豫了，那我就给凯哥打吧。哎呦喂！凯哥，麒麟。
想到是我给你打电话了吗？哎，必须是你啊，不是你还是谁？这十二期录到现在，咱俩好像用一直没有并肩作战过。咱就光从虚名牌这一件事上来说啊，我觉得凯哥确实教了我不少，我也成长了。哎。就不是沙哥打的，小心他，小心他！偷袭王你是凯哥，王麒麟二。我希望未来有朝一日咱俩能一队去撕别人，好不好？必须的，必须的，必须的，好吧？以后我教你锻炼身体，你教我这个锻炼脑子。行，咱俩一块儿练起来。好吧，好嘞，那就这样啊，你再想一个人 okay, 啊。好的，嗯，拜拜。好，拜拜。哎，行，我感觉。我反正是没选错人，我把这个炸弹推出去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该打给谁呢？哟，不会到最后没有人给我打吧？那我就从这个海里跳下去，从这个海里跳下去。我原来是想打给坤坤的，但我觉得坤坤应该可能有人打。聊什么能聊那么久？你们有没有人考虑过我？我现在很难过，你们都不要我。我怎么觉得还是会有人被拉下呢？好紧张啊！因为第一次没有人打给凯哥，我最担心凯哥，你知道吗？结果最后没有人打给我，好吧，晚安，大家晚安。为什么打这么久啊？40分钟了，快一个小时了吧？没事，我很坚强，我自己可以的，我自己也很好。那我该打给谁呢？我觉得 baby 应该是第一个，因为他们女生选女生嘛，应该没有问题。baby 会不会第一个打给李晨呢？李晨又打给老沙，老沙又打给了麒麟，麒麟呢以为坤坤有人打了，于是打给了我。所以呢，以我推断，现在可能是坤坤没有人打。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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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天哪，天哪，春儿啊，天哪，紧张吗？凯哥，你们在干嘛？为什么这么久啊？啊？你们在干嘛？怎么这么久啊？我也才接到电话。不是啊，真的，这个，自从你来了跑男之后，颠覆了我对你的所有的传统的印象。凯哥。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积极、阳光、正能量的小男生，这个身体里的能量是无限的。Big power, big comeback， 真精彩啊！真精彩，真精彩。然后你也是所有新成员里面第一个敢跟我撕名牌，而且还把我撕了的人。海哥，我跟你来。新人过来能够那么的有勇气，那么的有胆量，是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件事。天哪，这么走心的吗？这个环节这么走心的吗？说的我自己都有点感动。喝一个吧，喝一个阿姆西，一起阿姆西。好吧，我再打一个，是不是就收尾了呀？你有可能啊，随性吧，随性。打给谁呢？行吧，一切都是天意。啊，坤坤给我打的。哎，坤坤，你反应有点冷静啊，我怎么感觉你像是接过电话了呀？我是接过了。你看，我从第一期就打给你，最后一期又打给你。坤儿，哎呀，哥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你。沙老师，我也是在电视上看到你的。喜欢你吗？有始有终。快缩了缩了，快缩了缩了，缩了缩了。哎，沙子爹，哎，啥东西？那不怕呢？我没看见。沙子爹，沙子爹，来了，扶一下我。
我来活，我来活。我给你放血吧，你活吧。来，我给你揉两下。爸，我就不说别的了啊，傻子爹，身体健康。你就差我福如东海了，你身体健康。好，我得跟你说了，接过了那就结束了。这个游戏就结束了吗？对，但我觉得啊，我有一种特别祥的预兆，我觉得咱六个都接过电话了，只不过你是第六个，你又打过来了。我的手机没有再响过，真的是好事。电话接听结束，我现在下楼。好。希望没有人被落下吧。期待我们可以在甲板上共同见证第八季胜利杀青。baby 姐，你好 ，Hello， 我来参加启航仪式了。沙溢哥，咱俩是不是想的一样？是不是倒着来？对啊。可是你打给谁了？我打给了大琳琳。怎么样？我已经知道了，成功了，咱们。打给谁了？郑凯，你看，我就猜他打给郑凯。哎呀，开心吗，凯哥？收到了邀请。哎呀，哈哈，啊，我们都下来了吗？哎呀，我天哪，这个比今天的累啊，烧脑啊！这个要是轮空了一个，那这完蛋了。所以你最后这个选择做的对的啊，要不然我就轮空了。对啊，知道谁是最聪明了？我都准备跳海了。我真的，我当时说，听海哭的声音，慌的，最后都已经疯了，最后真的疯了，真的疯了。好，那恭喜大家完成了我们这一季最后一次的默契考验，所有成员都接到了电话，谢谢大家。马上我们就要进行今天的启航仪式，还有玄机，这是什么撒花吗？接下来我们成员一起把这个纸片吹落到地上，3、2、1，肺活量都不太行。哇，这是我们的地图吗？蒙、呼和浩特、冀太原、陕西安、宁银川，这是下一个任务吗？其实今天不仅是本季节目的结束，还是我们新旅程的开始。今年的11月，奔跑吧黄河天就将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从黄河入海的山东省宣告启程，前往黄河沿线城市，去亲身感受黄河流域深厚的文化。除此之外，浙江广电集团还推出了精准公益扶贫活动886助跑行动，正在携手奔跑吧一起热力开跑。我们将聚焦8个地区，拿出8亿广告资源，推出6项助跑行动，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助力脱贫攻坚。祖国的大好河山蕴藏着丰富的物产，下半年的奔跑吧特别季黄河篇，我们还将特别关注黄河中上游地区的青海、宁夏等地区，而且听说青海的海西州出产的柴达木有机枸杞营养价值是特别特别的高，当地的农副产品到底有多好，等着奔跑吧特别季给大家带到当地好好的去品尝一下吧。黄河浪行再出发，奔跑吧黄河，耶！船已经开出了，现在就请我们一起去甲板上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一起去观看我们青岛的夜景灯光秀。2020年，多种口味的 MC 在海外更多国家上市了，感谢 MC 一路的陪伴，让我们继续携手奔跑，扬帆起航。哦，柯良，柯你，磕死你！你们几个能不能不在这叨叨了？拿上自己该拿的东西，放到嘴里也自由。哎呦，金春星哥唱出心中喜悦。抓着我！抓！呀！坚持住！坚持住！漂亮！漂亮！啊！非常感谢大家，这一季从一开始到现在，无论是我们的老成员还是新成员，依然焕发了很多的
生机跟活力。也非常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相信他们能够感受到你们给大家带来的快乐。谢谢大家。从白天到黑夜，我不需要停歇。We run, we run, never stop, 就想让你知道，大雨中破野。